方。 这是您画的吗？ 嗯，对。 这个都是以，是农村生活为题材是吧？对对。我这张是吧？您这是用铅笔先画好的？哎，对。画好之后，然后再上色。嗯。上的颜色呢，也是自己想是什么颜色？嗯，都是自己画的。嗯。像您这一天能画几幅啊？ 画完了画几幅，也是冬天时候才画一幅的。像这个小的一幅纸块了，这个画的，这个画能画10天半个月，从这个画的画10天半个月，从反正。哇，这个好复杂啊。嗯，这是底稿，对对，这是还没画出来的。这个就是那吹一个老人一个小孩，我这个代表现在，这个小孩代表时代，这是吹响，这个时代的号角，吹响时代的号角。这是和平的鸽子，这是向日葵的代，这个是代表现在的新农村，这个是代表全部是画的农产品的花生，这个是豆子，这是西瓜，还没画出来的呢。嗯，这个是鸡蛋，这是鸡蛋鸭蛋。 这个是葡萄，这是香蕉，苹果，对，这是鸡、鹅、鸟、鹅，还鸭子，还鸡，还有羊，还兔子。那个头，比如说个头有个过程，注色很慢，你要考虑。这个色彩很艳丽。嗯、那您这个的话，这种画每一幅的话都做几幅啊？每一种、嗯、做好了，以后再复制，一刀两。 那你马上这个创作好了，又是不如意了，也有可能就是还是重来。改动。下面的画就是说这幅画过了，下面的画要再画出来的时候，那肯定是比第一张要好。这个它色彩有一个考虑过程，比如说这个色彩，这幅画以什么调子为主？像您在现在描的这幅的话，它就是这个是农村的闲暇生活，晚上感觉很多星星一样。这个画就是。 幸福平安，这个字里出来的，也稿子呢，平安呢，平呢。啊，创作成那种北斗七星样的，过去就是两口子呢，带着个小孩子在晚上，就是拉帘，农村叫乘帘。底稿，然后是复印了一下，你这是在复制是吧？哎，对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站着画的，我们站着挺有思想的，其实。 这是我们自己的画册，你看，是，看一下啊，这幅画马化腾宫了，就像这个，啊，看见没？这个，嗯，啊，这个，啊，还是小狗，小狗趴在拖鞋上睡觉了，对。那这样的话，您每天现在是创作为主还是这个复印为主呢？复制，创作为主，创作为主，这都是创作的呢，这个是我的。啊，哇，这个色彩。 哇，这个创作，这是马莲创作的，就是把我们所画的画，就是弄一个画册。这个呢，这个也有，这幅画在上海金山荣获了个最高的那个奖项，叫优秀奖。嗯，在上海全国农民画展上面，就叫《致富路上》。致富路上。这个画人家南京参加公益广告，用这幅画荣获一等奖，公益广告大赛一等奖。 这幅画，这幅也有叫《母鱼子》。嗯，这幅画是在2001年全国农民画大奖赛一等奖，赋予之歌。嗯，这些灵感啊，来源都是这些灵感，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本地农民，嗯，就是由于从小爱好，但画农民画没有这么多阅历也画不出来。 对，本人也生个农村，从小长着农村，种地啊，割麻子，栽秧，我们都干过的。他妈走了，他妈要走了。啊，你也给他拍了一个，给他拍一下子。不要走了，使劲干，他要跑了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嗯，就您是在创作这个还是在？这个是复制马刀尼泊尔出国去带礼品的。画的是什么？就是打油菜，你看，打油菜。啊，这还没成品是吧？这幅。嗯。
啊，这幅哇，色彩很那个。这一瓶复制一幅，当礼品送。啊，当礼品。不是在这个中央文明馆，公益广告高这幅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感觉很熟悉。你的娘的作品吗？嗯。您做这个多长时间了？那一样的。你们都是一起开始做的吗？我们俩从开始就出来。这是您刚做的吗？嗯，一幅画做出来要多长时间？嗯，一个礼拜。要一个礼拜？一个礼拜还不止。这个四个小老太，眼还没割出来，眼睛没割出来。对眼，对眼睛还没画。眼睛。这个是老太，四个老太乐呵呵在跳舞唱歌哈。看农村壁画，就是写农村壁画嘛。嗯。他把所有农村的壁画全部唱出来。嗯，这就是主题。那您这个会写个主题吗？在上面标注一个，写个文字啊，备注一下。一般画过了都是写在后面。您这个上色过后会不会要再弄一层什么保护的东西啊？不要，就有个脸就像这个相机上裱起来就好。以后时间长了会不会褪色呢？对，不会褪色。是哪张我们画海鲜的？在这做了多长时间了？在这里有马上明年顺年，但是我们画画的时候，才画画几天。就从小就开始画，对，就开始画。六合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？对，在从事这个作画。正式从事文明画的已经四五个吧。像您这小时候就开始学吗？是跟着老师学吗？自学。自学啊？没有人教。自学完全是自己兴趣，花这么多年是吧？哎，对。就是说每一幅画我都是细细心心的把它画出来，把它都是完完整整的把它画起来，是为了什么？比如说十年以后20年以后，那你什么地方完完全全的，你就能知道你怎么画的。不然你这个你时间长了，你就没有记忆了，然后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。因为我有一本这个日记，上面我一旦想起了什么，我就在上面勾勾写写，就为自己的创作做下铺垫。不然你创作的时候没有灵感，你有灵感的时候你要抓住。就是我想你们，就是说每一个，就是生活当中要抓住每一个感动，就是每一个感动的时候，你都把它记下来，以后就是回忆的时候也想不起来什么了，你就把它翻一翻，那你立马就能想起来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创作的。呀，我觉得你们要想成功，就是说很多生活当中道路都不会说一帆风顺，如果想精彩，精彩的背后要付出很多努力。是的，对吧？没有挫折。那就不叫人生路了，那走一直走，天天走更有意思。那必须绕道，它的叫生活的精彩，才有新鲜感。哎，得有新鲜感。